梦想着成道，坐在那儿打坐还是我可想成道了。我有没有没有？我有呢。有，你有时候想，我可想成道了，我一定要成道。有时候说我是不是有福田？经常这样乱想。只要身上哪儿一忽悠一疼，咦，我有附体了，就这样子，有东西撞上来了，敏感吗？但是现在那啥，我就你是四大八件嘛，怎么没有东西？经常有的，敏感，嗯。那是越阴的越敏感。嗯。是越阴的。阴阳不平衡都有的。这六道众生就在这儿呢，是吧？你是个内四大外四大，你是个地水火风嘛。只是你阴阳不平衡，身体虚弱，有敏感的人能不停地感觉到。如果我们只是人力的话，你是不会感知外界的六道众生的嘛。鬼就在这儿，你不会感觉的，因为你的阳气足嘛，你就能抵抗，你不会感知他的。他在这儿你也不会感觉的。但是阴阳不平衡、虚弱的、敏感的人，他就会，这儿好像有东西哦，他就感觉到了。也不见得是件好事，也不是件坏事，反正就这样，人跟人就会。现在我感觉啪一下，我就过去了。对，你需要找个方法能把自己这些搞定啊。比如持咒、念佛号，看啥管用。哎，比如身上佩戴一些护法的什么，或者，但因为好多东西是因为你心性上感知嘛，你感知到是你的心感知了，所以分别执着，分别。如果你的六根、你的眼根界，你不分别这个外境了，你的心也不分别六道这些东西。你太聪明，这一般都是聪明人，就聪明过头的。我聪明，你不认为，但是你聪明人都不认为自己聪明。是的，我也觉得你不是。没关系，我热就是，这本来就热那个地方，你好不好？那个地方的空调，哎，你过来了。